好口才人人爱。如何练就好口才？古往今来方法多多，做法各异。今日话题呢，练口才按数序来，以数序的播，以数字的序列告诉你，一二三四五如何啊，六七八九十怎样。团队建设，团是口才，队呢耳朵，过来个人啊，解释他就是一个有口才的人，面对一帮有耳朵的人讲话就叫团队建设。干任何事情想成功，都是要选准方向，方向要正确，然后要找对办法，然后坚持到底。我这棵杨槐树看到您，我就想到了王家岗，想到王家岗我就想到了我爹。爹，来北京吧，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人不疯难成功，痴迷至胜。大家好，欢迎光临时代光华管理课程，我是李真顺，很高兴见到大家。开车有车感，语言有语感，开关自动挡车再开手动挡老熄火，找不到感觉了。各位，语言呢有语感，在今天的课程当中需要互动的时候，需要开口讲话的时候，请字正腔圆，异口同声的讲话啊，体会语言的魅力。来，先送给大家一点收获，跟我说出来，要想搞定别人首先搞定自己，要想是什么先得像什么，要想是什么先得像什么，要想成为赢家首先成为专家，要想成为赢家首先成为专家。作为今天的第一条收获，干任何事情要想搞定别人首先搞定自己，到哪里去拿出你那种从容不迫的状态，哎，就容易成功的多啊。进入今天的课程，看这样一段话，好口才人人爱，如何练就好口才？古往今来方法多多，做法各异。今日话题呢，练口才按数序来，以数序的播，以数字的序列告诉你，一二三四五如何啊，六七八九十怎样，让人耳目一新，易学易记易实施啊。请朋友们听话照做，我们天地会广阔啊，这里要告诉大家，学吧，做吧，让我们一起练就好口才。媒体有报道问最值钱的是什么？答人才。怎样才算是人才？答口才。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口才等于人才，切记干得好还要说得好。一直以来我们信奉行胜于言啊，就是少说多干，夹着尾巴做人。但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处处需要你良好的表达，要给别人沟通。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只有完美的团队没有完美的个人。那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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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建立好自己的团队才会更具生产力。那团队建设怎么建设，怎么建立，怎么组建，怎么凝聚自己的团队啊？团怎么写？各位，哎，清晰的建立一个印象，团队建设，团是口才，队呢耳朵，过来个人啊，解释他就是一个有口才的人，面对一帮有耳朵的人讲话就叫团队建设啊。因此以后呢，就是您作为企业老板，你要带动那个团队，你要把您的构想，哎，把你对这个团队对这个企业的构想对机关的构想，哎，描述给团队每一个成员，让他们觉得你啊，让他们觉得跟着您有奔头有甜头有干头有前途才可以的，而不是您不说我让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那就成了玻璃罩里的苍蝇，觉得有光明而没有前途啊。因此处处需要良好的表达，口才等于人才。说到这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语言。在最近在市面上都知道有一本书叫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什么，一个功率强大的发射机，您发射出去什么样的信号
整个宇宙就回馈你更多相同的东西。因此要想更好啊，就先应该说要想更好，从今天开始调整自己的表情更好。要想打理事情，先打理心情啊，你想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你想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大家有体会啊，大家都学过骑自行车，你知道啊，当年呢在路上骑自行车，在那练车啊，骑车挺宽的一个马路，就你一个人在骑，那边一个老太太买菜走过来，然后你这时候的想法是千万不要撞到她啊，千万不要撞到她，不要撞到她，不要撞，就恰恰撞到她，因为意念太集中了。各位要想口才更好，要想前途更棒，从今天开始拿出那种感觉来。看今天的内容啊，来，刚才反复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叫什么来着，整齐一点，今天的话题是练口才，按数据来。看目录，我们分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几个方面。刚才数序嘛，什么叫数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叫数序。我告诉您一二三四五怎么样啊，六七八九十又如何做啊，很有意义。看这里，一心一意确保您行之有效，两条经律确保言之有序，三大环节确保逻辑有力，四种思路确保思维畅达，五项修炼确保身心健康，六套法则确保头脑灵光，七个步骤确保口出华章，八面来风确保神采飞扬，九篇习作确保基本能量，十点体会确保有章可循啊。对这些年我们对口才方面的研究和理解，以及在教学当中遇到的问题，重新的排列组合，糅合在一起，重新给它排列组合，形成一套数序的方法，就一怎么样，二怎么样，三怎么样啊，按照这个去做肯定会有效果。进入第一个，一心一意啊，一心一意，干任何事情都要懂得一心一意去做，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要懂得在一个点上挖出一口深井，让清水汩汩流淌，才会有效果啊。首先提出问题，各位，第一个问题，你的口才好吗？直观的回答我。听啊，一片不好声，谁说你的口才不好啊？首先是自己说的。要想口才好，从今天开始不要说自己的口才不好，换句话说啊，让感觉更好一些。这个哎，李老师，我的口才还可以吧？我肯定不会说你口才不行，我肯定说哎，不错不错，你是哪里人？哎呀，哪，哎呦，那方言，那地方方言很重的，你这普通话说到这个程度真不错。听着啊，一听到这样啪就解放思想，立即感觉不一样。以后啊，要想更好，先肯定自己还不错。哎，这是一点啊。来，再问各位，你的口才好吗？好。哎，我会越来越好的。要有这种理念啊啊！问你口才好吗？你说好。哎，再加一句，我会越来越好。来，各位，口才好吗？好。哎，强烈的建立这样的信念啊！没有任何人不会相信你的口才会越来越好。您觉得呢？今天我们是在这里专门拿出一天的时间，各位来这里学习口才的，您拿出一天时间，这一天时间干什么不好啊，对吧？但是来到这儿，我们就一定会使明天更好，明天怎么样取决于今天在干什么。因此我特别的相信在座的各位口才会越来越好，良好的口才一定促进您的工作的开展啊。第二个问题，你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各位现在不用回答我，每个人呢都有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比如说我是司机，那我开车是一流的，那我是董事长，我对我自己企业打理的还不错，明年准备上市，对吧？那我是什么样，就是每个人啊，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是不是这样？各位有没有？有，每个人都是一样。比如说我打字很快，比如说我炒菜不错，对吧？哎，都有自己的特定的相对擅长一些的领域。来，各位再请想一想，您最擅长的事情，你知道用了多长时间获得这样的技能啊？
有的人三年五年或者几十年如一日才具备了今天的能量。比如说对口才方面，我是无比的喜欢，从小在农村就喜欢表达，然后一直以来喜欢这些，包括学习普通话，包括到一直走到今天讲课。那要问说，李老师您用了多长时间达到这种水平？我是40年来一直如此啊。任何人今天您取得的成绩，今天你具备的某一方面的能量是多少年得来的，或者你这钱就是走过的您的所有的岁月加起来是今天这样一个结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我们所擅长的事情我们用了很多的功夫来获得。那么在口才方面我们用过多少功夫呢？没有用过多少功夫。因此随便一问，口才好吗？不够好。你看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在这方面去更好的修炼啊。因此最擅长的事情用了很多时间，那么在口才方面用从今天开始，从此时此刻开始建立印象，获得方法，长期去练习啊，一定您的口才肯定从今天开始是与日俱增的，会越来越好的。这是不是事实？各位是一定是事实啊。来直接回答我，你真的想提高口才吗？想。有多强烈？各位很强烈。而且之所以来到这个课堂，就是看到这样一个预告，我们来这里听课，直到今天是口才课，也意识到自己由于口才表达不够好，或者哪个方面欠妥，因此是损失了很多机会和时间。因此今天我们来这儿学习口才啊，应该说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愿望要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进而提升领导力也好，工作能力也好，最终提高自己的生产力，使生命更有神采啊，就是每个人都想提高。那么接下来告诉大家获得口才的12字诀。12字诀，来各位，获得口才的12字诀，字正腔圆，异口同声读出来。各位，再强调一遍，开始。坚持方向，找对办法，坚持到底。选准方向，找对办法，坚持到底。这12个字啊，我们说在练口才方面起作用，其实对人生的各个领域都会起作用。干任何事情想成功，都是要选准方向，方向要正确，然后要找对办法，然后坚持到底。这是人生成功的，任何事情要想取得成功的啊，不二法门。这12个字真的刻在心里，不管您现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这12个字都对您有影响啊。这是方向性的纲领性的东西。毛泽东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干任何事情要想成功，他说3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做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外乎这些啊。因此我们今天归纳起来，练好口才要选准方向，方向已经明确。刚才说提高口才的愿望强不强烈？强烈。这就是方向，我要提高口才，这就是今天听课的方向啊。找对办法，那今天在这找办法，那我给您一些办法，我们进行交流探讨升华，促进我们的发展。重要的是今天学了之后回去要用，坚持到底才会有效果啊，要一次次的练才可以。来，为了使今天的课程更有效果，请各位跟我说这样的话，来跟我说啊，我们都爱学习，我们都爱学习，但不喜欢复习，但不喜欢复习，有时候抱怨学习没用，有时候抱怨学习没用，那是因为你没去用，那是因为你没去用，因为你没用，因为你没用，所以你没用，所以你没用。从这里头我们去体会啊，学以致用是最高原则啊。比如说今天的课上到这儿画句号，仍然你要回顾一下，真的去用也很有效果啊。你会看到李老师怎么样去登台的，怎么样从容不迫的在分享的，包括擦汗的时候，因为有妆啊，他会很这么轻轻的沾一下粘一下啊，一切从容不迫，您镇定自若的状态就会带动别人。这个社会就是影响与被影响，追随被追随啊，要想影响别人，来提高自己才能影响别人。刚才说只有很好的去锻炼才会有好的结果，我们结合案例来简单谈一谈。这是谁？各位，林肯。前美国总统林肯
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在训练口才，年轻时候徒步30英里去聆听法庭的辩论，到法庭听那个律师啊怎么辩护，怎么举手投足啊，他在那儿在底下听，他也在那儿举手投足跟人家练，哎，深深的在学习总统哦，那是啊，然后去学习这些东西啊。这是一个，他还看到那个福音传教士，看到人家这个啊身正长空啊，挥舞手臂，他在那锻炼，他随时随地在练习，他在练习。然后返回的路上，在路上面对玉米地，面对树桩，面对树林，就开始演练，自说自话，在那这样那样，这个那个，呵，哎，这些特别重要，以至于使他成为后来成为律师，再后来成为总统，啊，是备受人们怀念的一届总统。这是林肯的做法。我们再看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日本首相。当年呢，小的时候是口吃，为了锤炼，就是提高口才，纠正口吃，啊，他自己照着镜子来这儿看自己的舌根，他的发音准不准确，啊，在那儿朗诵，在那儿学习，不断的纠正自己的唇齿舌的这种配合，一个字一个字来，一个词一个词来，啊，不断的锻炼，哎，日本首相当首相期间还为日本做出了很大贡献，啊。口吃患者都可以成为伟大的雄辩家，哎，都是锻炼得来的。我们再看一个人，萧楚女。我们以前啊，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演讲家萧楚女，啊，她曾经在重庆教学，年轻时候，然后在他们学校后边后山上，她每天早上拿一个镜子，甚至这个镜子摔破了，她拿着这个镜子。边上绑上那个胶条啊还是什么，给他不要划了手，拿着他早上起来就上山，到后山上一个树杈子往那一挂，开始调整自己的形象，调整开始背他的课程，背他的课，看着这个镜子，这个表情，这个动作，哇，这个讲着讲着可能就忘了词了，比如说有脱漏的地方，他马上翻教材，马上再重新复习，把这一块补上，然后再继续照着镜子开始练，这样锤炼了他很好的感觉，这样下功夫的老师不可能不受欢迎，各位，因此他的课很受欢迎。后来在30岁的时候，在这个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啊，他的演讲鼓舞了很多很多的人，至今受到推崇。这是萧楚女的故事。再看伟大的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他从小在背诵唐诗，啊，就不断的往脑子里装东西，哎，不断的去锤炼口才，从小就学习普通话，啊，这个是自己的口才呢，不单单在数学才华方面非常的优秀，哎，也是很好的演讲家，到哪儿去做报告去分享数学理论，马上会不一样。华罗庚先生在总结自己口才的训练口才的体会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叫“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啊，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要想提高口才，要想提高能力，必须付出勤劳，很好的去锻炼自己。来，接下来看看我遵照这样一个说法去怎么锻炼自己口才的。各位，我们再看聚焦啊，焦点集中很重要，要想使这个地方这样一个课程录下来，要给很多朋友去交流的，那么如果这个是暗淡的地方，它就不利于交流，因此要聚焦这个地方。我们再看太阳，几千亿瓦的能量普照大地，激光只有几千瓦的能量，但是激光可以切割钻石，为什么？焦点集中，能量集中，是这样哈。因此不要指望什么都去搞，比如说练口才，在今天一天的时间里就专门的在练口才的，在平常的日子里你很忙，这样那样的事情，这样那样的角色，好了，你哪怕一天拿出10分钟20分钟锻炼口才，在这10分钟20分钟里头就全心全意的100%的是他，要聚焦，各位聚焦，不是听一听就拉倒了，要懂得聚焦，要明确目标，要有单一的方向，不要四处都去努力，不要为了喝杯牛奶就养头奶牛啊，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要懂得聚焦啊。
你有很多要做的事儿，但是一定注意单位时间里专注于一件事儿，这叫聚焦。要想改变，必须有强烈的渴望，啊，做任何事情，只有温和的愿望是不可以的，强烈的渴望才能实现，啊，我呢口才还可以，但是我是每天早上6:30起床练口才的，啊，不是刻苦，而是什么习惯成自然，各位，叫乐此不疲。每天早上6:30起床以后练口才，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自说自话。我看到这棵树，我就开始组织语言，我在描述这棵树啊，就这进入角色，这就叫单一，这就叫聚焦啊。这个时候只有这棵树，我在发挥我的联想、组织语句的能力，心到口到去锻炼才可以的。我在那看着这棵树，这样发挥啊。我说这棵杨槐树啊，看到您，我就想到了王家岗，想到王家岗，我就想到了我爹。爹，来北京吧。每次来北京，您不习惯从桌上夹菜吃，每次为了让您吃得自在，儿子端的碗比您的还大，尽管如此您仍然觉得不自在。每到开饭的时候，您从阳台上往下望，我说儿子读懂了您的心思，就像端着大碗来到楼下，蹲在那里，就是哥就在那里吃饭，那该多自在。每当我们爷儿俩端着大碗这个要了电梯来到楼下的时候，那有10桌10凳，您仍然不坐，您就哥就在那里吃饭。每次当儿子陪着您蹲在地上吃饭的时候，儿子觉得好幸福。爹，机关那么多领导，那么多老师，谁不会觉得你儿子这么多年过去还那样土气，而是他们会羡慕您有着怎样的一个儿子啊。爹，来北京吧，不要再捡柴火了，儿子担心那天会着火呀。爹，我在那感慨，今天我是在讲故事，那天我是真情实感的在那描述这番话的，于是眼泪横流。早晨别人也有晨练的，人家在看到我这样一种表现，各位，我提到我爹的时候，你会想到谁？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哎，这些情感是不用翻译的，哦，这种感觉，我有这样一份情感，这样一个感觉，而且豁出去，而又喜欢天天去练习，当然会有所提高，啊，这是歪脖树的故事。我老岳父母在海边上，在秦皇岛颐养天年，我到五一的时候去看望他老人家。早上因为行程6:30起床，6:30下起床以后到海边去练演讲，啊，有一天早上6:30下楼以后瓢泼大雨，这时候回去换衣服，这个换鞋子那都不是我的习惯，都不符合我的风格啊，我就穿着皮鞋把裤腿一挽，然后趟着河就来到海边，淋得落汤鸡似的，一甩头哪都是水，面对万顷波涛，我觉得这是亿万听众，开始练演讲，这个那个，呵，你那个正涨潮的时候，你的声音得多大才会有声音，各位才能听到，因此声音特别大，手势也特别大气，这样那样啊，别人也有感慨的，老远一看那哥们儿，怎么了那是，挺好一人怎么想不通啊，于是他们就要学雷锋要解救你，你知道，于是50米40米30米15米的时候，突然发现这哥们儿不是要跳海，是在为一个什么事情，在一个很正规的事情，他们，我不能眼观六路，但我可以耳听八方，我会知道后面有人啊，这个我讲着讲着就话赶话说出这么段话来，我说伸出你的手，伸出我的手，我们手挽手一起走，心中有爱才会有奔头，一回事对吗，各位？对对对对，完了吧，你这先生，您是搞什么工作的，怎么怎么，我说我是教口才的，我在练口才，我在做功课，他们就看着这番做法，再通过一些交流，大概有10分钟的交流，哎，有很多人报名来北京参加学习，因此我们经常说市场在哪里，市场在人心里，随时随地再一次强调，搞定自己就会搞定别人啊，这个一定要首先搞定自己，各位，让自己的心灵宁静，关上门先打理自己，打理自己，您自己有疑问的事情，你不可能去说服别人，任何事情的成功说服啊，
也都是情绪的转移，信心的传递。啊，你要有强烈的信心，有很大的信心，啊，有很良好的情绪状态，才可以影响到别人。这是一个说法。看看老外，外国朋友，在咱们长安街上表扬中国人，你们的烤鸭很好吃，那个调都拐到哪里去了？当我们觉得人家会讲中文还吃烤鸭，再看我们自己学英语，各位，四级六级专业八级仍然哑巴英语，可悲不可悲？你说学了那么多你还自己不敢讲话，我们多少人都是怎么样，看在志愿者看到老外的时候，服务对象的时候，都是到人家跟前都是这个形象，对不起，我的英语是不够好的啊。我说你转变一种观念，上去就说中文，任何一个出国的人都学过两句外国的话的，对吧？来中国人也不例外，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也不例外，他肯定会说一两句中国话啊。来开始进行中国话对话，这个请问先生您的中文讲的怎么样？那边肯定告诉你我会一点点，来然后说几句以后你就开始告诉他您的不够好，这个我还是说英文吧。你会发现马上他会觉得你英文说得更好。哎，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啊。因此以后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培养自己的那种自信的概念，拿出良好的感觉，水平有高低啊，但是态度一定是专业的，是诚实的，我为你而来啊，这样一个态度，这样一个感觉一定会引起对方的重视。不是你要做到多么多么多么厉害，水平多高啊，有了这样一个，先拿出一个感觉来，就像哎，先拿出一个样子来，哎，干什么就有什么样子，挺重要的啊，一切大大方方。这是这样一些说法啊。因此我们现在得出一个结论，各位，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人不疯难成功，痴迷制胜啊。这个干什么事情达不到痴迷的程度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我的口才啊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各位此时此刻请跟我一起说啊，一心一意练口才，开始。一心一意练口才。沟通到位成功来。沟通到位成功来。从今天开始一心一意的去练口才。啊，那就是一天里头你比如说你准备拿出5分钟10分钟还是半个小时，哎，去把按照接下去分享的一些方法去练，还是拿出多长时间了，就是一天当中有专门的时间用来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去复习巩固实践这方面的知识，用到你这其他的一天的其他任何时间里啊，去热爱它才可以的。刚才说过我是王家港人，现在呢在北大清华人大党校经常讲领导者语言艺术，围绕口才展开系列课程，在全国各地巡回讲课的啊，按理说还是经过很大锤炼的。今天呢就是媒体呢把我看得特别的重，就是去网上搜索李真顺会发现这样那样的说法哈，他们有爱我的，还有爱我的，还有爱我的什么的。这个那个媒体呢有一个特点，喜欢追本溯源。今天讲语言艺术的人，讲魅力口才的人，以前有什么特点？挖掘来挖掘去，又知道李真顺农民的儿子来自小山沟，于是媒体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到了王家港采访，给大家通报一个故事啊。我就跟着这样一个剧组回到咱们老家去，问乡亲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认识真顺吗？第二个问题，真顺小时候有什么特点？怎么就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人？你看啊，我跟着剧组去的，人家问咱们的乡亲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不好跟着。跟着的话，乡亲们说我好还是说我坏呀？于是我老远回避，我就老远看着。首先看到这个剧组在这儿开始展开工作，一个玉米地里面走出一个大妈，拐着篮子摘豆角走出来，女记者立即走上前去。大妈您好，那个给大妈吓一跳，因为在这个村里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你知道吗？以为七仙女下凡了呢，是吧？后退好几步，这边哎，大妈您别紧张，我是电视台的，哎，问您一个事儿，大妈，哎，认识真顺吗？
老太太听到我的名字以后觉得特别亲，听明白了，她立即会啊，真事儿啊，哦，认识认识，那是咱们这儿的骄傲，都认识。我在老远听到这样的回答，觉得这话回答的太受用了，你知道吗？哎，是大妈回答的好。第二个问题人家这么问，哎，大妈再请教一下，哎，甄顺小时候有什么特点？这个大妈更直接，又他爹又他爹爱尿炕，有特点爱尿炕。我听了这样的话以后，我说这叫什么特点？这个就走了啊，我就走了，不听了。接下来，然后这个剧组在咱们村里走了很多的地方，问了很多的乡亲，得出同样的结论。返回北京的路上，我郁闷之极。爱尿炕这个特点不利于塑造人物，你知道？这非常郁闷。结果没想到电视台的这个编导啊，情商特别高，才情特别好，把采访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写进了解释词里面，搞了一个专题片，叫《小窑洞走出的大演说家》。我出生在一个小窑洞里面，啊，小窑洞走出的大演说家，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啊。后来才知道名人是这么出来的。哎，这个片子播出以后，引起了很多的反响，哎，还被评为最佳纪录片奖。各位，里头有这样一段解说，在这儿向各位汇报啊。专题片里头有这样一段解说，小时候的李真顺有两大特点，一个是爱哭，一个是爱尿炕。他的爱哭使他练就了一副好嗓子，他的尿炕十几岁了还尿炕，练就了他那份从容。刚才我说过，我站在这里，这个，哎，还是略略有些紧张。但是你看啊，尽管如此，这么多锤炼还会有紧张。那么，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啊，以后在练口才方面，确确实实，你今天放下面子，明天才会更有面子。一切大大方方，一次次练出来的。台上的功夫就是在人们面前的那个能力啊，都是练出来的。你老在座位上知道不可以，要做到。啊，任何人要锤炼，叫实践出真知。在上海有一次演讲，人家问我说：“这个课后有对话吗？”说：“李老师，那个请教一下，那个我说不要吞吞吐吐说出您的问题。”他那李老师问了啊，那个您现在还尿炕吗？就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问到。我说谢谢哈，有时候也尿。台上特别锻炼人，因为什么问题都有可能给你提出来。而且底下有多少双眼睛，就有多少双挑剔的眼睛。我们都知道，学习最佳心态是空杯心态，啊，空杯心态。但是，这个我们有些阅历之后很难腾空自己。上课之初，每个人都是在底下当评委的，看那老师行不行；开会的时候看那个领导行不行；等你行的时候就下课了。因此，告诉大家，以后到哪里去啊？干什么就是干什么的，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就比如说台上很精彩，即使不精彩，你从不精彩处读出精彩，才是自己的精彩啊！以后走到哪里去，这个时间去干什么事儿的，就专门的去干这个事儿啊！能够学到东西，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比如说对方做的不够好，那如果用到我这儿来，我要做，我会怎么样提高自己？怎么会表现得更好一些啊？从不精彩处读出精彩，用心去学习。接下来我们分享两条金律，两条金律，确保言之有序。第一条金律叫昨天、今天、明天，啊，昨天、今天、明天。说人活三天，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昨天的已经过去，啊，今天才是能抓得住的，明天尚未到来。因此送给大家一段话，叫不要为了昨天的失利而叹息。不要为了明天的无助而忧虑，抓住每一个今天去努力，活在当下，活精当下，人生就会诞生奇迹。把每一个现在过好，你这个星期就不错，这个月就会好，这辈子就会更好啊！每个时候啊，把现在的时间，把眼下的时间您在干什么，把这个时间过得充实有效，特别的重要，活在当下。各位，昨天、今天、明天是一条经律，讲话的一条经律，按照这个逻辑关系去讲话，马上不一样
啊，昨天、今天、明天刻在脑子里。举例说明，老家有一个刘大娘，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人大代表参观卫星发射中心，大妈应邀前往，走之前给我打电话，真顺，如果人家让我发言的时候我怎么说啊，我就临时给他一个办法，我说大娘您就讲昨天、今天、明天。他说上哦，这个不错啊，上台以后大家好，昨天、今天、明天，谢谢。我说不，我说您谈您昨天对航天这个事儿怎么认识的，今天参观以后有什么新的感知，您认为明天会怎么样，按照这个办法看老太太怎么发言的啊。在电视台直播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场面，大妈这么发言，她说大家好，我以前啊认为这个航天这个事儿这些了解不多，就是看新闻联播的时候看到一摁电钮唰就上天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到那个像心电图一样那个屏幕上那个波纹，哎，后来就听到报告正确入轨了，再后来就是全国人民特高兴，嘿，我想这是好事啊，那咱多摁几回呗。他今天参观以后觉得这个事儿太不容易了，看那个架子那么高，旁边有提示，大妈发射架，他对发射架那么高，再看我们在座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些科学家们，这些技术人员，你们的镜片越来越厚，显微镜越来越大，每个人都不容易，我是全国的拥军模范，每到八一的时候就送给人民子弟兵每人一件背心，在这里我也答应在座的各位我也送大家一件背心，他很符合自己的角色。他说今天参观了以后觉得是很难的，大家不容易。他说啊，他继续说，他说我有一个侄女儿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那个学校特别的好，人特别的多，这些同学他们是本硕想说明本科和硕士连读的，他没说明白，旁边提示本硕连读，他说对连读，这些孩子们读完以后来到这个队伍里面我们不愁人才。哎，我就想在以后我们的航天事业一定会超过美国，超过德国，把自己脑子里知道的国家的名字数了一遍啊，超过利大义，然后实在没词了啊，超过所有国。各位听的是断断续续，但是整个连起来就感觉这段话啊非常有层次，就是一个环节，就是这一条经律啊，就是三个环套成了一个链条，昨天、今天、明天这样一讲话，以后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如此发言。昨天怎么样？哎，昨天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或者怎么认识这个人的？你觉得是怎么回事？今天认识之后又有什么新认识？你觉得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哎，这是一个，记住啊，这一条经律刻在脑子里，以后在任何场合，在突如其来的时候，问一个什么问题，立即按照这个去说出去。会不一样的啊，就是以前怎么样，今天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这是一条经历。再给大家一个祝贺、感谢、希望的这样一个链条，小到家庭，大到国际政治，都可以用这样的去说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企业家众多，哎，到集团去讲话的时候，祝贺、感谢、希望是一个很好的发言方式。来到一个地方啊，祝贺在座的各位取得这样显著的成绩，感谢各位的付出，希望大家注意身体，不要把自己搞垮了啊！今天亚健康的人很多，希望各位我们从今以后啊，能够这个有劳有逸，劳逸结合，在健健康康的前提下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今天不得奖，就讲这么几句啊，这是一个感觉。小到家庭，比如说儿子结婚，给孩子讲话，也可以用到祝贺、感谢、希望，儿子。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爸爸很高兴啊，请允许爸爸向你表示祝贺，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理解，这么多年爸爸老在全国各地演讲啊，好像多大个事儿似的，其实也没做什么，但是你的学习从来没有让爸爸操过心，谢谢你，还有你妈妈对我的支持，把这种谢意也转达妈妈啊。接下来提点希望，结婚意味着责任，对了，哎，儿子今天说点男人的话啊，外边的世界更精彩，
但是永远记住，你要对小芳负责，啊，以后多沟通，哎，希望你们过得幸福。好，今天不多啥了，不多谈了，咱们爷俩特别的日子，干一杯。一种感觉，这样一个对话，父子间的那个档次立即体现出来，啊，大到国际政治，给奥巴马谈话也可以用这样一个链条。尊敬的总统阁下，从年龄上讲，中国上下5000年，美国200多年历史，在这里大叔不敢当，但是大哥是称得上的，啊。我代表中国人民向贵国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表示祝贺，同时对总统以及参众两院一贯持有的一个中国的立场表示感谢。啊，接下来提点希望，在当今社会，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是当今社会的重要国度。我希望我们接下来携起手来，团结起来，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世界带动得更加美好。啊，一举杯 cheers， 马上会不一样。祝贺、感谢、希望，是一个说法。各位，记着刚才学了两个条经律，一个是昨天、今天、明天，第二个祝贺、感谢、希望。按照这个逻辑关系，各位在您的工作当中，还可以总结出更好的三段式的讲话方法。这两条提供各位去使用。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三大环节。讲话的三个环节，啊，确保逻辑有力。在成人世界里，逻辑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通报一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样一个发言方式。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以后来，我们随时的，咱们来调整一下。一个人朋友发言的话，比如说谁某同学来这儿发个言。你会觉得对着这样一个场合，有镜头在前面，会很紧张。那告诉大家，在任何地方一出现，讲话给您一个方式，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啊？这是一个听课呢，我们是一个班集体，每一个人呢是什么？是个体。当一个个体从集体里头脱颖而出的时候，您觉得大家期待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会，那是谁？会不会？啊，就是当一个人从一个个体从集体里脱颖而出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那就很第一个问题就是那是谁，因此决定了我们以后在任何地方一出现发言的顺序是第一个回答是什么，首先介绍我是谁谁谁，啊，第二个那不是小张，小张怎么上去了，你是第二个回答为什么，第三个怎么办。我们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在上课，说这个咱们排期啊，排期大家知道1、2、3、4、5、6，这个该期的时候不说出来拍出来，8、9、10、11、12、13，就是期和期的倍数都拍出来，不要说出来，就这样玩锻炼这样一个感觉，谁输了谁来出节目啊，我们事先有规定。结果有一个大哥输了以后来到台上，在那手足无措啊，我就告诉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一个发言方式啊。他说你看看人家后来怎么发言的啊，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提示，后来在一些朋友他是搞得非常的不错，您往台上一站啊，我举例啊，以我的名字说好了，大家好，我是李真顺，刚才在拍期的时候没有拍好，愿赌服输，我给大家出个节目，你看啊，是什么、为什么，说得很清楚，出什么节目呢，那我给大家唱个歌，你把过满苦吞，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唱错了哈，就是唱错了也去大大方方的表现啊，就是出什么节目怎么出，因为没有规定唱一首，更没有规定唱一宿，因此您唱到哪儿你停都没有关系啊，一切大大方方。更有一个朋友人家做得更到位，人家说什么，这个一切大大方方，按照这个说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他运用的简直是炉火纯青啊，你看人家这么说，大家好，我是谁谁谁，刚才成语接龙没接好，我给大家出个节目，
这里是清华大学啊，在座的朋友呢，就是短训班都藏龙卧虎，那么就是刚才唱歌唱得不错，跳舞跳得也不错，我这个人呢也不会唱也不会跳，既然输了还是要给大家出节目的，那我给大家学个狗叫，准备啊，要学了啊，汪汪。好，谢谢大家，没有你们学得好，谢谢。自己感觉啊，从这里头我们体会到啊，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那些尴尬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心力不够造成的，同不同意这观？各位，不是同事之间谁给你过不去拿着红缨枪就给你过不去，不是，是我们自己不行。当我们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往往是说着无心听着有意，动不动自己在那儿对号入座，气得要死要活的那种，又说我呢，其实不是，哎，锤炼自己能够吃得亏，能够开得起玩笑，会开玩笑，这样一种状况特别的重要啊，就是这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样一个谈话方式啊，这个利用这个逻辑关系来消除这样的窘态非常的必要，运用逻辑关系。那么回顾刚才两条金律啊，三个环节给大家的是什么啊，昨天今天明天，祝贺感谢希望啊，然后接下来给了一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啊，这个这是这样一些说法。我们总结刚才这堂课这一讲的内容，叫一心一意，从今以后脑袋里啊一定是练口才练口才练口才，要有好的口才，这是方向，一心一意拿找到一些好办法，经常去练，用到自己的实践当中啊。两条金律，昨天今天明天，祝贺感谢希望，按照这个环节去讲话啊，最后给了一个三个环节，叫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从现在开始立即在脑子里有印象啊，以后到哪儿讲话，就是现在马上走出演播室，马上受到记者采访的时候，您是谁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你马上立即按照是什么为什么去讲话啊，马上就会不一样。好，这节课到这里结束，谢谢在座的朋友。